这边可惜了，我们的伤害没有聚在一起。但秒数好像差不多。火焰马的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这个点很赞。盖你老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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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帮我们复活！再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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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靠哟！哦，啊！啊！怎么还有特级大师什么东西啊？江米的王国，我干！好，谢谢。暂时记录到这边，这个多少？好，这个是火套，应该大部分都火套吧？对啊，都火套。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是那个天鹅。然后大部分都是火套加天鹅啊，所以二火套二天鹅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再来 Jason 的话，他是那个他是海盗装嘛，然后一样，反正记录我自己这边的话，我也是海盗装，因为我的那个战力不太够，然后所以增益的话少一点点，增益的话60%。OK， 先记录这边，反正如果你增益比较高的话，你用增益套装，但只是我现在这边用海盗套。OK。所以这边的话拿到了这个装备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差一点点哎，这个套装哦，所以我们是不是等那个等8月21黑莓饼干真的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试试看这个减衣效果的套装，是吗？这个再看看黑莓的效果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就这样哦，感谢。